이 자식. 네. 可以吧，这个菜，
如果是要去见不一样的价钱，你为什么不要过去做？是啊，我真的不懂。你既然都在这里，分析经历录，我是的确不应该驾车。吃饭两个多小时，太小了。那怎么办？先卡住我先走。还有什么特别？还有那个唐迪大佬，像那个现在这样，是不是？韩国的嘛，这个叫李。不会嘞，不会嘞，不会嘞，要站着。
然后动，然后就不跳，那动很小。啊，然后就不是给你动，然后旁边主播站起来，然后就要被打。
时候就会还好，他们有什么样？那个模式是，就是只要他们有一个某种模式行动，我就你们很想打他，他很正常，其他又还好，就是他没有什么。对，因为他整个没有有什么意思嘛。都感觉在没啥哦，你不装吗？
不然你叫我走，每天叫车，把你叫到单了。Thank you.
一群。也不错，错。
没有到那么广球，就是一个有机会去球场。真的是好球。至少我上半学习的时候，我整个淡定。他来就好，他就想要得到机会，对，他机会蛮多的，对，就是因为现在最后一场没有打过，因为他本来就正常，因为四点开嘛，打六场，他这八场之后强度差不多不行。他看到这种机会了，又不停留掉，就变成说很尴尬的，就是觉得我好像去了，对啊，那个中长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。Thank you.